跳伞飞机的原型是什么？今天就给这位粉丝安排。跳伞飞机应该是我们每名玩家坐过最多的飞机了。现实中的飞机一年都很难坐一次，而游戏里的飞机我们一小时可以坐个几十次，但 99% 的人都不知道它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。其实啊，这架飞机的原型是洛克希德 C-130 大力神飞机，是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研制而成的，是一款四发涡枪多用途战术运输机。 C-130 是世界上设计最成功、使用时间最长、服役国家最多的运输机之一。从1954年8月23日首飞，至今已经服役了67年了，在70多个国家或地区使用。怪不得吃鸡这种采用呢，原来现实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。功能也确实和吃鸡的用途一样，是运输机，运送玩家和空投的。它的总生产数量有2300架，各种任务改型近40种，有用于电子监视、空中指挥控制和通讯的，也有搜索救援和回收型，还有空中加油型、特种任务型、天气探测型、海上巡逻型和空中预警型等等，用途真的是超级多啊。原来我们一直乘坐的是这么厉害的飞机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还想了解哪些内容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我们下期见。